可以吗？沙姐，你刚刚是在娇嗔吗？哇，你看很强，你自己看，哇，这个很好看，很强哎，你自己看看，哇塞，哇，这员工餐，哇，这是最高级的员工餐，哇，好像在日本哦，好帅，这是最高级的员工餐。大家放下手边的工作来吃饭哦！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锅。我有个问题，请问那一碗是什么？你要给我们吃的吗？对，你可以吃吃看。哎，等一下那个客人要吃的，店长，你可以帮我用这个跟这个两个评比一下。哎呦，这个跟这个，对，哎呦，有比啊，你说两个要比一下，对不对？快了，比一下啦，有人认真的，各位，两天店长的声音，它这个比较日式，你这是比较台式，这样没有办法比，它是都好吃。那我问你，他们两个谁比较帅？他，我以为你会做一点面子。他们三个谁比较帅？哇塞，来，本台心目中的第三名，请选择。我已经吃完，我不知道要做什么。第三名，本回心中的第一名是。第二名怎么跳过？第二名。那你第一名选完，不就知道第二名是谁了？好，第一名，请选择。陈浪。我去看饼干，他还是比较熟啦。我是喜欢比较熟的。这个就是在熟的。没有，他在荧光幕前久坐。